我为什么还在等待？我不知道为何会这样痴心，明知会还，过后是安排，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。爱爱爱过，我依然曾经拥有，我的爱就不想停留。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，一个永恒的瞬间。春天，刘峰的演唱依然是那么中气十足啊。接下来 Mr. Mike 已经将刘峰的歌声分成了十段，每一段我们慢慢的听，然后要进行打分。刘峰，祝你好运，诚心你为他祝福吧。第一段的歌声我们听听看。我为什么，哎呦，龙队兄弟一致通过 Mr. Mike 是不是这样？过。第二段听听看。我不知道为何会说，哎，大家声音都很大，我要听一下龙队的龙头老大十九号这位大哥过不过？过不过？过不过？过，没什么，过不过？过。还真有点一言九鼎的意思啊！第三段我们听听看。明知会还，澄清。你也曾经是龙队的一员，那请问一下，他现在到哪儿了？我们现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必须过，必须过 ，Mr. Mike， 过。是对手，更是队友。嗯，好，第四段，我们听听看。过后是安康 ，Mr. Mike。哇，越来越高了，还是高分。对啊，第五段，第五段已经四季发财了啊。第五段我们听听看。人期待着把一切说，